李志强绰号飞仔强，是赌王韩生的头马。他近日卷入一宗世界股斩仓风暴，事件涉及太子党，搞到见惯风浪的他都要出来澄清。话我同个太子党，你话佢会出吓死我，同佢大战，点会大战呢？飞仔强由一个打工仔变成赌王头马，想知道他上位的传奇，咁就要留意一周 plus。